王俊彦李云画设计师，在自然光线的衬托下，表现灰白对比的淡雅喜居家，成就两房两厅的休闲氛围。公领域借由灰色石纹砖铺排出开阔的自然风情，利用天花板的层次设计延伸空间尺度。客厅的沙发背层装点上优雅的灰，搭配白与灰的柔软沙发，营造轻松的生活气氛。餐厅旁的收纳柜赋予更多的机能弹性，选择三盏几何造型吊灯，替用餐环境增添柔和气息。而灰色玻璃拉门则分隔了餐厅与厨房，呼应整体的色调，增添穿透感。净白的浴室让屋主拥有放松舒适的洗涤时光，而墙面的大理石纹则开展出优雅的空间气质。王俊彦李云画设计师寻求静心宅邸，结合极简现代美学，让空间彰显优雅舒适大方。